我觉得我是受到了很多方的一个关爱成长起来的，一直到我走进大学去读研究生、读博士，甚至一直到博士后，这个力量把我一直推到我想去的地方。如果知识都不能改变命运，还指望什么改变命运呢？Guowen is an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of Beijing Academy of Educational Sciences. Such a job requires a high degree of education. Despite the fact Yu is now postdoctoral, she had a difficult time in school when she was a child. 小时候家里条件确实是不太好，爷爷奶奶身体也不好，另外就是我妈基本上老是跑医院。然后我家就基本上指着我爸赚钱嘛，然后我跟我妹我们俩读书嘛，就是确实是一个人供全家这种样子，就是经济上确实会比较吃力。那个时候小学学费一年还是一学期要好几百，就很贵，就每次我都回家要，但是家里也确实拿不出钱来，还而且他们要吃药啊或者什么生病啊什么之类的，然后我经常就在家哭，然后在地上打滚。有时候我妈也舍不得嘛，就是可能柴米油盐里省出来的5块10块，然后我就会拿去交。Hardworking talent often comes from the humble gate. Yu believes that only knowledge can change the situation of her family and her own destiny.反正就是比较早的知道，你要是不读书的话，就是身边都是例子，你会怎么样？真的就只有读书，你才可能去改变当前的这种现状吗？如果知识都不能改变命运，还指望什么改变命运呢？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Spring Bud Plan and a number of public welfare projects, you lived up to expectations and continued her further studies to postdoctorate.我觉得我是受到了很多方的一个关爱成长起来的，一直到我走进大学去读研究生、读博士，甚至一直到博士后，一直到我工作，我几乎每一路一直有人在帮助我。首先是小学、中学阶段的那个春蕾计划，然后到高中的时候，我高中的学校也有给比较优秀的学生的这种学费的减免。然后我大学的时候，当时江苏有一个圆梦大学的计划，以及就是帮助女童的这样的一些公益项目，省儿基会、南京市那个妇联等等之类的这些单位，就是在我大学的时候也有对我的一个帮助，一直到很顺利地完成我的这个学业。我现在特别热爱我的工作，特别喜欢我的生活，特别喜欢我身边的每一个朋友。我也很悦纳我现在的我自己，然后我的生活，就是整个现在我觉得一切一切都是我想要的样子。Because of work, Yu often visits and attends lectures in different schools. 以前我读小学的时候，94、95年的时候，我们班女生男生差不多是1:2。我记得我们班可能就8、9个女孩子。现在我的工作也是经常到北京的各个学校，包括一些郊区县的学校。然后一开始我也会留意男孩子、女孩子的数量，但是渐渐我发现，其实这不是绝对的。并不像我们小时候那样很明显的男孩子多，现在有可能一个班还是女孩子多，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反映了我们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努力嘛。培养一个女性就是培养一个民族，因为培养一个女性你就培养一个家庭，你培养每一个女性你就渗透到每一个家庭中去了，这不就是所有人的这种最大的名声吗？所以我觉得这种女性的教育啊各方面其实价值真的非常非常大。